呢药草园区，然后我们请老板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老板娘。哇，这边大家好，这边其实真的蛮清幽的，整理的很好。对啊，就是落叶很多。落叶多，它也是一个养分的一种。而且我看你们这样，对这种杂草丛生的感觉，其实是蛮不错的。那时候看到这样的人，就表示它是有机，而且它布置的很好，你会看到很多小桥流水的感觉。对，我们这里其实是整个园区哈，就是采有机栽培，是，所以你看到了很多地东西，其实都是它自己长出来的，大自然给我们的。我们今天可以来帮忙什么事情？可以分成两组嘛。好，分两组，我们最喜欢分组了。一种叫做甜蜜组，另外一组呢？另外一组一种叫做苦蜜组。哎呦，甜蜜，你笑的甜。然后来你们挑。好啦，我跟你说，因为刚刚上一关我真的害他哭惨，所以我无条件选苦力组。好棒，来去，你去那边。可是，等一下，去干嘛？甜蜜组啊，他想要甜蜜啊，他要苦力啊。你怎么自己过来啊？你要过去，你没有，你走过去，你跑太快了，是你要过去。这样对，你自己走过去，站好就站好，你自己走过去，站好。Sorry， 你自己走过去的，我都没动。咪，你就是宫女。哎呦呀，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去苦力了，来我们甜蜜一下，那去甜蜜。等一下甜蜜的就跟我走，那我们两个来去走。好。哎呦呀，好，老板请带路。好，那就请跟我走吧。好。所以我们甜蜜组的要做什么？哎，等一下要采樱桃。樱桃，这里有樱桃哦。有啊。我没有采过樱桃。对，在哪里？右边。右边。真的吗？你说红红那个是樱桃？还是的，看它有没有像小苹果？真的超小的。有一些是绿色的，为什么？它还没成熟啊。所以它成熟才会变红。对。这一颗红的给，你稍微擦一下。好。我来摘一颗绿的啦。这颗，哇，这个。吃一下什么感觉？有机的樱桃还没有这样吃过，真的，而且好小巧。它叫做西印度樱桃。很慢的有机樱桃好不好吃？什么感觉？我的有点酸，我的是微酸，所以答案就是那个还没有成熟，反而不酸。我的一点点酸而已，反而很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的蛮酸的。樱桃要是甜的吧，我们也有甜的，这几颗是酸的，反而是红的，很有果香。对，两个搭在这边，因为红的虽然它有点酸酸的，但是会一直想吃哎。我的真的没那么酸，不怕酸。那我摘一颗红的试试看。哇，是的，真的有差哎，青的真的完全不酸，所以你們而且更脆。因为我刚好你们够高度够高啦，所以可以帮我多采一点。没问题，那有什么问题？等一下你们就有好多的饮料了，有没有？受不了！哎呀！红的真的比较酸呢，但是是不是有？可是红的比较香，对，而且红的果肉也比较软一点，绿的比较脆，对，因为它还没熟吧。对，我们先采这个嘛，对，采红的还是绿的？红的。好，采红的。你看我还可以摘到这个二楼了，有一只虫，二楼有虫哦，哪里？虫在哪？它被甩掉了。你不能甩掉，那个虫是要告诉大家这边没有农药，你什么都怕。我跟你讲，小时候我在果子，有虫，真的假的？是树枝啦。小时候听成像啊，他又吓到。对啊，先摘好不好？你别吓我。我没有吓你，是你自己吓自己。看来真的是一个苦力哦。对啊，苦力活。是山里。他给我们这么多工具，又有剪刀，又有这个，我还有这个是俩爪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是专门采果用的。采果要采什么果啊？太平洋温柏，巴黎。这个吗？对，那个。巴黎。这个是什么？没有听过哎。在这里。有人说这个是无地的抽橄榄，无籽橄榄。你可以把它试试看，这样子也可以吃。这样可以吃吗？可以。怎么吃？用嘴巴。试一个看一下，你吃，因为我牙齿不好，直接咬，直接咬，确定呢？确定，还变色哦，变，它是脆的吗？来吧，脆的，我帮你擦干净了，帮你擦干净。什么冰？不会说很涩啊，好吃了，好吃吗？很像，很深的，
不是皮不能吃，那么难吃吗？就下边呢，不会啦。生你没吃都嘛不会，我生香生香呢。哦啊，这个是拿来做什么用？我们拿来做腌制。它腌起来它像什么样子？像那个芒果干，好像芒果哎，对，芒果真的有芒果青的感觉。对啊，芒果青那个很深的那种。所以它如果摘出来，我那个是盐糖嘛，是来讲嘛。对对对，这个是从越南引进的。哦哦。然后越南媳妇来这边看到这个东西，他就教我们怎么做，就这样子。哦。他一看到是很有感情，先大哭一场。对对对，有。台湾竟然真的有这个东西。哎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。对。不然，我们等一下帮你采。来，好，来。好。这个这算苦力吗？这还好吧？我们原则上啊，就采小一点，大的它里面的纤维质已经跑出来。哦。它这样。对。这样的大小，我们用剪刀剪。好。再给你接哦。好，等一下。圆。夹着，你不要放的话，它会留在上面。哦。对。哎呦。出来喝哦。这里对，咬着，咬着它不会掉下来。哦，哎，好酷哦！很方便啦，这个真的好方便。对啊。我们有一个导游哎，妹妹，小导游，我们花钱小香导，来，你跟大家说怎么吃花蜜呢？我们来看。妹妹会吃花蜜哦，对啊，她从小就吃花蜜。哎，这里太香了啦，香，这可以吃哦。这样抽起来，然后呢？它这个没有洞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说这个叫裤子，我把裤子把裤子脱掉，然后呢？然后没有洞啊，所以我们要嘴巴把它咬一个就有洞。对，然后。然后。就是变成吸管，当吸管来，来先让你吸一下。好，我吸，我再来摘下一个。有蜜吗？真的有蜜吗？有一点点。来哈，好甜哦，而且很香哎。这个喝完不能丢掉，这样。嗯，好多玩法。假装我喝完了哈，一定要这样。你看，来。然后还要拍照，两边都有。对，来。还要拍照，确定吗？这样像不像去夏威夷那个感觉？有没有那个皮肤就出来了？对对，这样很像，这样很像刚从精神病院出来。喂。好，那我们就帮忙拔这个空心菜，就一人拔一把就可以了。你们感受一下，你有踩过这种泥巴土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就是体验。这是泥巴，下面是泥巴，对，都是天然，而且这都是很棒很棒的泥巴，一人踩一把就够了哈。对对对，就踩嫩的就可以了。踩起来踩嫩，就你看挑嫩的这样子，挑挑嫩的，这样吗？对，就像它这样子，吃叶子比较嫩。对，这样是一把吗？这样叫一只，好，一把最少要五只才叫一把。吃，它其实有。那我一把。它有点硬，给我一点时间。哦，其实我们是用折的，不是抓。不要去扯它，折它就对对对，折它就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最营养的、最新鲜的拿去炒了，走。哇，哎，这是沙梨，我们要腌制。那为什么会要有水？第一个杀青，第二个脱皮。杀青跟脱皮，好，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就是拿一颗出来，在地头这个地方把它切掉。很简单的事，简单啊，地头就这样切掉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真的？放回去，放回去，就是这样做而已。很简单啊。再来，我们就是把它丢到里面去呢。穿烫。穿烫，没有错，因为穿烫是要。一点点时间啊，它不是马上就 OK 的哈。那在穿烫的同时要这样，搅拌拉，爱拉拉爱拉，要搅拌。你要随时去掌控它的口味，撒料修鲜，你再吃起来没有口感。哦，就没切啊。对，是。啊，你这样像安尼好了，啊，咱人伊吼，我的冰水来了。有冰水来了。有冰水，有冰水。哇，这么冰啊！我这个哈超硬的，你叫这样去啊，你手不痛哦？烫啊，手不烫？那还太深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是你这样皮跟肉分开的时候，你要
它会弹出来。哦、oh, okay. ，会弹出来。是的，是哦。啊，所以说，来，我用一个方式，你就不要烫了。他怎么有办法这样捏啊？冰水碰了、哦，冰水不是泡它的、哦，泡熟了。好，你看就差不多了，你看。差不多了吗？再一下下。哦，就这样而已。哎、欸，它冰水好酷哦。因为你要试说它 OK 的吗？好来，啊，你这样拿一颗起来，拿一颗起来，冰镇水，来来，你试看看，来，不烫哪里烫？怎么会烫？不会烫吗？哦，基本上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再一下下，但是太久，太烫，太久会烫。对，你就这个就是要这样用而已。你再搅拌一下，再搅拌一下，看如果很容易。赶快赶快拿一颗给我。那通常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你可以怎样呢？你看啊，这一锅里面哈，你可以这样找对最大颗的，对，这颗 OK， 全部都 OK 的。其实来捞起来。其实说实在的，这个真的没有人教，你不会发现要这样弄。真的，我在掌里面，六所长里面，不要不要，六所长里面，不要不要，马上就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要开始开始，你说这样，在所长里面先捏。对对对，或是你可以两只手有没有？挡住。对，哎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，所以现在上沙里这样的在做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前置哈。对，现在放在冰箱，你隔天就很好吃。对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像沙里这样的在做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前置哈。对，放在冰箱，你隔天就很好吃。菜的生活真的很好哎，当然啊，但是好在这个之前，你们一定要吃我们刚刚腌制的这个，对，哦，你腌的，对对，超好，沙里是不是？哇，这好吃到爆炸哦，哇，这保证你等一下还会再拿一颗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先烫个青菜，哦，来一样样的烫，哦，怎么样？这样啊，这样就好。第一个很好吃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当然，同沙梨最厉害的东西就是哈，你是要吃这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再吃另外一个会出现另外一种。对对，你再吃一个，哪有这种事？真的真的，我先吃一个，再吃第二个会有不同感觉，绝对不同，完全不同。啊，刚刚放的那个是叫角菜，角菜啊，角菜，角菜，大伯讲角菜，阮只叫香芹菜。啊，你捌看过角头无？你看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啦，太扯了啦，这是变魔术吧？那你吃了这，你这，你先咬，你要咬，要咬。我光甜就是甜的不一样。你先咬这整个，咬整个咬。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？它是同一株的沙梨，但只是一个有腌过，一个没腌过。第一颗是没有腌过的。确定它哪没腌过的吗？我一直以为真的会有魔法哎。对。难怪刚看起来一样啊。第一颗吃下去就是，虽然说有点酸酸的，但是其实也不难吃。对。但第二颗好甜，好喜欢哦。但是这个处理只需要一天的时间。对。厉害吧？好吃。有腌跟没腌差很多的啦。真的要腌一下。我要鼓励大家，没事就腌一下。对。好吧。来试一下，这个叫割菜。割菜。割菜。割菜割主菜。对对对。哎，你要有嘛？你敢用？这是割菜哦。割菜。啊，其实这些菜你要看它有没有熟，很简单哦。对。烫下去之后变成绿色。就是熟了。对。啊、这样 OK 了，就很简单、啊、因为有一些就牙口比较不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整节弄抹茶。这个是什么？竹仓，竹仓红葱头。啊，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凤梨豆腐。哦，难怪我觉得吃起来完全不一样的味道。对，好好吃哦，好酷哦，第一次吃到凤梨口味的。这个是什么，大哥？这个叫金枣粽，金枣粽。金里面有金枣呀？这冰的呢？很冻。不要怀疑，里面看到黄的就是金枣，看到红的就是。红豆，它是甜点吗？对，哎，夏天吃这个好凉，今早的，对不对？我是红豆，红豆，我是这样吃吗？好可爱哦！外面是什么？对，包的是什么？水晶粉、水晶皮、水晶皮、水晶皮、水晶水晶饺的水晶粉。我用红豆，吃起来好像红豆粉粿，很好吃。红豆特别的地方是我们自己手炒的。哎，这一关已经好吃到我不知道这关谁带的，你带的，真白。我有冰板。
去卖，去卖，去卖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去卖，可以。来，哎，我们又要到评分哦，带来一种健康的、健康的感觉。玩了一整天哦，好不好？假鱼假吧，蛮爱菜的。而且我们刚才还完全体验到自然的生态，对，超适合小朋友来的。我已经下，我下好了，我下好吗？我下好了。一二三，你才给九。我十分不够，我写到一百了。老板，谢谢谢谢谢，今天很开心，开心，谢谢来宾，谢谢，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最后一站，经典的罗东夜市。逛夜市，谁呀？去谁呀？去对不？来个宜兰呐，无来去一个罗东夜市。你敢有来过夜生活？好，接下来来走。Just no good. Can't waste another minute. 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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